香港三日行。阿峰第一次上飞机，问下佢嘅心情先。第一次上飞机，练习练习紧张。准备起飞啦！最搞笑就是坐在阿峰隔离嗰一位先生，在飞机呢个长途上，佢系咁一路瞓一路瞓。Landed at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. The local time now is 25 minutes past 10 in the morning. 去到 B 一，如请往转机柜台去一一，列车已到达终点站，请所有乘客落车，多谢。港铁服务真系好快。大家看这个就是香港的地图，就是旅游景点很大张，但是呢阿峰看了真的不知道接回去，左接上接下接右接都是接不到，结果最后就是随意接。欢迎乘搭机场快线都广告了，这边。对呀。什么？麦兜诶！你又嚟硬脚啦！又讲硬脚啦！又讲啦！他说过一位朋友就是我们今晚就遇到的神秘朋友，他就会做我们的导游，到达了红磡第一件事就是找我们的酒店啦。人生路不熟，我们都是靠 GPS 来带领我们去我们的 hotel。佢的方向感有啲差差地啊！剪格唔等我，嚟到呢度都挂住喺度搞电话，有冇搞错呢位先生？香港快啲，我靓仔啊！红茶馆。找到我们整只狗样的，终于找到它了，因为有些半径可以 check in， 所以我们就去吃东西先。那一道就是周杰伦了。 We are gonna go this place to take the girl now. The girl. 这些就是阿姐演唱会夜晚就会用的 props 了。5:05就是说到2:30去 check in。为什么我们会来这里拿票呢？因为我们参加了一个比赛，胜出了拿第一位，所以我们是有免费票的。打开来看是什么座位先呢？演唱会最右边的第二排，好近哦，真是多谢晒阿 J。 来到这里当然多些影相啦，拿来做纪念。你看懒又热，哇，骨头痛了，去你的。哇，好有 style 哎！这个日本人那样，好帅哎！不好意思，我太兴奋了。快点去吃一碗大便。有人要大便。我要大便。有人要大便。我要大便。阿峰，你真的很核突啊！请等候。我叫我听大厦嗰度啊。哦，請等我，快快撚啲個，屌，快啲啦！係啦，而家真係可以入去 check in 啦。呢間酒店平靚正，值得推介。
哇，超市都这样美啊！哇，真的是很红茶很美。要红茶吗？最好呢，就系同佢捏埋500块定金。我们这个 trip 是叫 budget trip。BT。我们不是每一个 trip 都是 budget trip 啊？都几乎上是每一个都是 budget 的。大家睇一睇佢嗰一隻豬樣，佢個 lift 真係好鬼死慢啊！一樓了啦，二十五嗎？最高那一層啊！有咗我哋最高嗰層啊！敲門先，有禮貌。開咗門之後，嚟到我哋好 surprise 嘅就係個房好細，雖然好細咧，但係咧嗰啲設備咧都準備到曬啦。其实是不差的啦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大家看看是不是真的很小呢？刚刚好我两只大髀啊，6点钟的香港等于马来西亚的8点钟，你看过唔快就天黑了。佢的朋友出現喎，很帥的導遊，導遊，導遊，我導遊，導遊，慢導遊不多講，佢只覺得我哋食燒鵝飯同埋飲冰鎮奶茶。呢個奶茶嘅特色就係唔加冰喺個奶茶入邊啦，佢就係用出邊嘅冰嚟保持嗰個温度。你睇呢一碟燒鵝叉燒非常之肥美，好食。跟住呢個係體育館，你哋行上去就係、是。陣間睇完 show 咧，你哋行翻落嚟呢一度咧，去到最盡頭，跟住行呢一條咧，呢條就係海旁嚟嘅，呢一條路就係海旁。哦。跟住呢度行過去就係已經係星光大道，到時你行翻過嚟，嚟翻呢度就可以翻酒店。知唔知？好好好。呢個文道尾行向住右手邊就已經係海旁。果然好出色嘅文傑導遊，香港的夜景真係靚啊！喂，星光大道已經封閉，唔係嘛？佢其中一節做緊工程，其中一節。哦。李小龍嗰個雕像嗰個位置好似未封閉，因為佢喺地鐵站附近。Oh my god！ 成日睇戲睇到，成日睇戲睇到呢個樣啦，係咪啊？好靚啊！成日睇戲就睇到呢一幕，真係成日睇到。同埋嗰個食神。啊，嗰只船系咪啊？系啊，好棒啊！1月1号，对面会放烟花，然之后啲人喺度倒数，咁所以呢一度全部都系封晒，全部企晒人。跟住通常咧，我依家行紧呢个位咧就冇人嘅，因为佢会间咗一条紧急嘅通道出嚟。如果有人晕低啊，有人打交啊嗰啲，啲警察就要行呢条路嘅。系多人去讲。文导游而家带我嚟去。找漂亮的地方来影响了。这个出面的船，出面是它的工程船，它在填引海，是它整紧那个通道，扩阔条星光大道。哇，好刺激！大家看看是不是很漂亮呢？还有时间可以去文化中心那边影，文化中心那边也很漂亮。这里都 OK， 但是它的船在挡住了两个人都 OK。哇！你都可以做導遊咯，真係你有另外一份兼職啦。咁難得你哋嚟香港嘛，識新嘅朋友啦。因為咧，我以前喺嗰間大學翻學咧，跟住有時朝早上堂，夜晚上堂，但係中間唔知做乜嘢。跟住咧，讀咗4年咧，跟住一開始慢慢行呢度附近，初時會蕩失路，跟住行下行下行到熟曬，然之後就開始行啲更加遠嘅地方。搭，系啊，跟住又搭2个钟头车去另一度玩，搭下搭下直情唔翻学啦。就系靠呢个土豪嘅经验，去学到好多嘢。有啲睇到有啲巴士好可爱啊，好似 van 车咁。文杰就会 show 我哋全港最贵嘅 hotel 啦。
看你住咩房啦。如果總統套房嘅話，可以過幾萬蚊。全港最貴嘅 hotel The Peninsula Hotel。呢個係太空館，Space Museum。真係好似菠蘿包。阿峰，你啱啱好似食飽姐嘅喎。大家對呢個背景係咪好熟悉呢？通常喺 TVB 喺電影都睇到嘅。冇錯啦，呢個地方就係大家認識到香港。呢度上樓上影相最好多人啊，影唔到啊。你可以喺度影，不過你要趕走曬佢。趕走曬，全部咪揼死我你。一人揼啊，全歐。呢度咧每日八點鐘就會開 show 嘅，係咩 show 咧？就係激光 show。時間不能延遲，我哋係冇得睇嗰個 laser show 啦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哋要趕住睇阿 J 嘅演唱會啊！紅館排隊入場 ，Bieber Mountain Bieber Sea。最大之鼓聲，終於開 show 啦！不如我哋嚟睇下呢啲精彩的畫面啦！转角眼里眯着脸，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？香港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，真的好靓嗰边，我都好挂住你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一首广东歌才好？来一首广东歌，不然这样啊，你来出个考题，好啊。因为很多人都是说我小时候都是听我的歌，都说啊，我小时候听阿 J 的歌。我小时候听什么？我小学的时候，我出生的时候，妈妈听。出生的时候。对对对对，所以这个听起来，不然这样，你小时候听什么歌？那我拣一只我年轻的时候啦，我年轻的时候。我好中意嘅感覺。咁嗰只歌出嚟嘅時候咧，我諗你應該係小學五年級左右。唔知道你聽過未喎？好驚啊！要唔要試一下？喂，你啲廣東話真係好掂喎，好堅你都識講。好驚啊！好犀利啊！好犀利！好你試一下先，得唔得？好啊，嚟啊，嚟啊，嚟啊！
这段情微微碰上了意外，不清楚。何曾愿意我心中所爱，回天遥孤单。都不说话，都不想讲假说话片面。留意到你我这段情，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。何以你把我变得淡处？住一句，心感。唱完收工，大家 good night。